收款22元。一斤啊？一多少钱一斤啊？20块。20块一斤。啊，你打算拿4个收款80元。在哪？啊，好。Yeah.
什么口味的？有没有口味？这边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要的口味。就六十款，41元。你吃过吗？有啊。有。